那你有女朋友吗？没有。太好了，那你能当我爸爸吗？最大的一个电钻，居然30岁都不到，怕是以讹传讹了吧？上次蔚然集团的案子你们还记得吗？短短18个月的时间，就成功在纳斯达克敲了钟。就上个月，他在硅谷投资了一家科技公司，现在市值已经翻了20多倍了。哎呀，能惊动槟城大半个科技公司的高层，这投行们说的独角兽可不是浪得虚名的。观潮集团是目前槟城实力最强的医疗科技公司 ，CEO 程启让。是行业里的领军人物。Hello， 玉婷姐。哎，亲爱的，玉婷姐，玉婷姐，好久不见啊。他太太郑怡婷，是观潮董事长郑邦国的独生女儿，据说夫妻俩关系很好。来一个，好久不见。何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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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又迟到了。今天这个酒会，应该是听说我们要进军槟城，想向你示好。观潮最大的竞争对手是百安科技。最近3年异军突起，据传百安的研发总监还挺年轻的，叫敏慧。你的朋友还等着呢，过去吧。嗯，林总监，还记得我吗？我是麦克。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喂，程总，我在门口，还没到。来了，人来了，我马上带他进场。辛总，你好。不好意思啊，我是辛总的助理，我叫哈里。辛总已经进去了，你们没看见吗？
程总，好久不见，我敬你一杯吧。果然红色最适合你。林总监，是不是喝得太急了？程总觉得这样还不够吗？五年前你让我颜面尽失，现在你觉得喝一个酒就够了？程总不要得寸进尺啊。那你也别忘了，现在是你在求我。这样够吗？这一天好飒呀！活该，谁让他打听广州勾引家老公的？这也太刺激了，得罪谁不好，偏要得罪郑家千金。闵小姐，这么不自重。对不起啊，程太太，不知道你也在。程总，我今天先失陪了。等一下。这就想走？程太太，刚刚那杯酒是我应得的，但不要太过分。老板，现在我觉得形势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对你的真心。敏慧，你愿意嫁给我吗？听好，从今以后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新总，夏平城，我没见过这号人物啊，他不会是新来的那个蓝鸟的 CEO 吧？新总刚到滨城来，就学会了一招英雄救美啊。顺手而已。闵总监，是不是喝多了？林旭，把闵总监送回去。好的，程总。不用了，我正好也要走了，我送吧。这不刚来吗？程总，我酒量浅，先走了。程总，这位不会就是？没错，他就是蓝鸟集团的 CEO 秦旭。还真是一点都没变，这一次又是为了什么？钱？居然连有妇之夫都不放过。
还是说为了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什么人都可以，就像当年骗我一样。谁懂得这场久别重逢是否就能够。已经五年了，我们应该忘掉过去，放过彼此了。我是想忘，可是老天不让我忘。说吧，你让我做的我都已经做了，接下来轮到你了。艾米怀，你跟那个新奇到底什么关系啊？这件事情好像跟你没有关系吧？程启让，你答应过我的，只要我能让所有人都认为是我在勾引你的话，你就会帮我。你如果想耍赖的话，我爸现在已经在回来的飞机上，只要下了飞机就可以安排手术，所以你最。程启让，老婆，你千万别生气啊！是敏慧那个女的喝多了，我都没想到她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根本就不在乎你和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也不关心。但今天来的宾客，有一半都是冲着我爸的面子来的，我不想有任何风言风语去传到他老人家耳朵里。你不要面子，我们郑家还是要的。我最讨厌这种无聊的酒会。思思，宝宝是不是累了呀？哦，好了好了啊，思思，妈妈带你回家睡觉觉，好不好？老婆，现在这么多客人都在，如果就回去了。走了，思思，回家睡觉觉。在你眼里。我还不如一条狗啊。预备计时开始。心外科第一刀，果然不是随便说的。真厉害，周医生这么优秀，怎么还没你们呢？谢谢啊，就是我给你介绍介绍。要不杨医生介绍给你？恭喜啊，周医生。差不太多，差不太多。装睡被我发现了是不是？哼，敏慧，你看现在几点了？要不是为了等你，我早都该睡觉了。哎呀，对不起嘛，我错了。
敏慧，你今天怎么这么晚回来啊？哎呀，我呢，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妈咪，你今天是不是很辛苦呀？为什么这么问啊？我刚刚听到你叹气了。你是不是忘了？你是小超人，妈咪是大超人，所以妈咪不觉得辛苦。好了，你快睡觉了。喵。妈咪晚安。圈圈晚安。快睡吧。小时前我来检查过，各项指标都稳定，不用担心。嗯，大水啊，好，一起走。朱如锦，嗯，感觉总是在麻烦你。你又是全圈的主治医生，又是我的好邻居，感觉所有的事情都要你操心，你有点过意不去了。你肯定是上辈子做了孽，这辈子才会交我这个朋友。怎么又说这种话？是是是，我上辈子做了孽，这辈子做医生，行了吧？哦，对了，程教授已经在回来的飞机上了，他答应给全全做手术。真的？嗯。太好了。是啊，我这颗心终于放下来一些了。不过你是怎么说服得了程教授的？之前院长亲自出马都不管用。一言难尽。你让我查的资料我查到了，今天酒会上那个女人叫敏慧，是百安科技的研发二部总监，也是滨城最近几年科技圈里的红人。红人？对，她是五年前才入职百安的，从一个小研发员一路升到研发总监，这个晋升速度之快，业内非常少见。资料上还显示啊，她刚毕业就进入官场了，后来据说是被开除了，然后才去了百安，接着又连续主持开发了几个核心项目。这人不一般。开除原因呢？这个不清楚，不过我听说这位敏总监可从来不应酬，不知道他今天为什么会出现呢？程启让也太卑鄙了，居然拿全全的病来威胁。要不是因为全全年纪小，这手术我肯定有把握。我明白，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你肯定不会让我去找程教授的。心脏瓣膜手术的风险性极高，本来想说给全全保守治疗，等他年纪再大一些再做手术，但现在看来一刻也等不了了。程教授呢是国内权威，由他来主导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但程启长还是太卑鄙了。嗨，没关系，重要的是能救全全，其他的事情我不在乎的。有人说他是冲你来的，你不是人称投资界的独角兽吗？这影响力还是有的，但我看啊，他今天的目标更像是程启让，因为今晚的事情大家都看见了。
行，那我先出去了啊。为什么要让我再见到你？结果什么时候能出啊？大概还要20分钟吧。好，谢谢啊。检查报告还有多久？还得20分钟。那你在这等，我先回去。哎，不行，你最近心率频繁过快，董事长特意叮嘱我一定要带你来医院好好检查一下。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还有告诉你的董事长把远程监控给我撤了，隔着太平洋还监测我。那不是关心你吗？你到底是我助理还是他助理？那当然是你的了，只不过是董事长给我发钱而已。那就20分钟，我保证不会耽误晚上和美国那边的股东大会，要不然我没法和董事长那边交代。我出去透口气，一会儿回来。哎，什么？给你。谢谢。你长得好漂亮。你也很可爱。谢谢。来。再见。拜拜。哎，又跑哪儿去了？全全。让一下，让一下。报告了吗？你来医院干什么呀？跟你有关系吗？你的病又发作了吗？假装关心我，显得还挺像。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说话呢？你以为再摆出一副假模假式关心我的样子，我就会心软吗？你为什么来病城？如果我知道你在这儿，我一步都不会踏进这个城市。我信。既然5年前你已经给我们的关系画上了句号，那我们放过彼此吧。你说放过就放过。是，我是说过，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但命运既然让我们又见面，你就要做好为之前做的一切付出代价的准备。刚才家人医院的普华院长知道你来检查身体，差一点就要从家里赶过来了，我给拦住了。你上次给我的资料里，百安是不是正在和家人医院谈合作？对，是一个心脏病的临床筛查项目，负责人就是敏慧，叫 Mist。 啊，我想起来了，通知一下普华院长，暂停关于 Mist 所有推进，把资料给我送过来，所有等我评估之后再做决定。佳佳，丁总监，有我快递吗？有的，稍等一下。
给您。谢谢啊。啊，没事。哎，佳佳，这衣服新买的吧？啊，以前没见你穿过呀，特别适合你。谢谢。哎，尤其是这个位置。佳佳，林总，最近公司这个大苍蝇特别多，真非常的讨厌。你帮我买瓶杀虫剂，要那种最大罐的，毒性最强的，不然我怕不管用。好，我这就去买。嗯。有快递吗？有。明总，谢谢你。没事。曹总这俩我也拿走了啊。哦，好。哎，张贝贝。嗯，咋了？你看到明总监的大新闻了吗？哟，这……哎呀，咱们这个明总监是真厉害啊！他要是没两下子，就他一个本科毕业的小姑娘，凭什么能和丁总监平起平坐？现在整个冰城的同行都知道了，咱们百安的研发总监想要勾搭观察的副总未遂，又被人家老婆当众泼了。真的假的呀？你在现场吗？亲眼看见的？那倒是没。曹总，公司给你们发工资是让你们在这聊领导闲话吗？我是不是跟何总说一下？公司闲人太多了，我这就回去干活。还要去干活啊？你们研发一部不是挺闲的吗？啊，也对，所有百安的核心项目都在我们研发二组，你们丁总监每天都闲得没事儿，你肯定就更闲了。以后啊，你要说人坏话，你就当面说，堂堂正正的说，你背后说人坏话多没成就感啊，是吧？对不起啊，明总监。哎呀，我就说吧，这个圈子就这么大点儿，你这个事儿啊，不到两个小时人尽皆知，你还得感谢一下我们这个高科技时代。你不用安慰我，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乐意怎么说怎么说呗，我都不在乎。但是这张会不会显得我有点太胖了？刚刚那张还挺好看的。我没有安慰你，那你告诉我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有个帅哥搂着你啊？他不是在搂着我，哎，反正就不是你想的那样，他就是他喝多了，然后过来顺手就帮了我一下。我管他有没有喝多还是别的，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后来没有去哪儿，有没有后续，有没有加微信什么的？哎，打住，不要再往后想了，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现在和以后绝不会有任何关系。话别说那么早行吗？这种帅哥千万不要放过。那你就放过我吧行吗？哎，参谋，那个 Miss 的跟家人医院的临床测试合同是不是这两天该签了？哎呀，你放心，大姐，我帮你盯着呢。快点，快点，快点！喂，你会在我这儿？好。何爱翔说 Miss 的项目出问题了。啊？什么情况啊？不是已经签了合作备忘了吗？他们什么意思啊？想反悔？你先别激动，我也是刚得到家人医院的消息，他们说上个月进行了资本重组，有新的大股东加入，所以所有的项目都得先暂停。当然了，也不止咱们这一家。不是，我们这个项目已经跟他们聊了有小半年了，而且我所有的软件升级都按照他们的要求都做完了。就是因为你做的太多了。什么意思啊？先坐下说。敏慧啊，前天晚上的酒会太丢人了，关键是你一个人丢人也就算了，你现在让整个百安都成了业内的笑柄。我觉得家人医院之所以暂停我们的合作，是因为这个，什么资本重组那都是借口。何总，我那天的行为确实是有些不妥，但什么时候我敏慧个人的名声能影响到整个百安了？我是百安的形象代言人吗？你要这么说敏慧我就不高兴了，我的绯闻可从来没有影响过百安的声誉啊，我好歹是个副总吧，怎么会轮到你呢？百安要是有个代言人啊，那也得是我的呀，何总。哎呀，你们俩现在说这个有用吗？总之家人医院的意思就是
所有的合作都得等这个新的大股东点头才行，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只有等。但是 MIST 的临床数据直接影响到我后续心脏 AI 建模软件的开发进度，我已经在这上面耗费了快一年的时间，我不能再等了。假日医院现在自己都做不了自己的主，你能怎么办？那就找能做主的人吗？你是说以曹总的人脉找到家人医院背后的大金主应该没有问题吧？当然没问题了。你们俩又要干什么？现在是敏感时期，咱们千万别乱来。行。蓝鸟投资，你确定是家人医院的最大股东？千真万确，你可以质疑我的穿衣品味，但请不要质疑我的专业能力，好吧？前天晚上那么多人都在讨好的蓝鸟投资，居然早在一个月以前就入股了家人医院。这个独角兽果然是干大事的人。谁？蓝鸟投资的 CEO 叫 Jason， 人称投资界的独角兽。我也是刚打听到的，他从小呢在国外长大，前段时间刚来到滨州。明慧，你要是想让家人医院继续推进 MIST 的临床应用，你就得先说服这个人。我明白了，不管怎么样，我会尽全力试一试。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加油啊！哎，我总觉得你和这个 Jason 很有缘呢。拜拜。你好，我是百安科技研发部总监敏慧。敏总监你好，我们老板正在等你。你们老板知道我要来？这个我不清楚，但总助交代您来了就带您上去，这边请。老板，人带到了。你好，您就是 Jason 吧？你好，闵总监。真是没想到啊，你竟然是蓝鸟投资的 CEO。你难道不知道前天晚上的晚宴是为谁准备的吗？你的戏越来越差了。程启让没上钩，跑我这儿来了。辛总，我今天来呢是代表百安科技过来跟您聊家人医院和我们公司合作的 MIST 项目，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不能。辛总，如果说您没有时间，我们可以约别的时间。闵总监，我劝你别白费心思了。今天让你上来就是想当面告诉你，作为家人现在最大的股东 ，MIST 和家人的合作，我一定会叫停。为什么 ？MIST 的数据你有看过吗？为什么？
你还好意思问我为什么？记得我之前说过的话吗？一定要让你为之前的错误付出代价。Miss 的只是钱财而已。星期，我们真的要这样吗？我们就不能？不能！我无法忘记你之前对我做过的事情，更无法原谅你。所以你聪明点的话，离我远点。挺晚了，要不要送你回酒店啊？想下班你就直说。我这么热爱工作的人怎么会想下班呢？哎，对了，这是 Miss 的这个项目的全部资料，家人医院那边刚整理好发过来的，你看看。而且我问过蒲院长了，他说他们还是很看好这个项目的。他们是谁啊？他们凭什么看好？我们投不投一个项目，不光要看项目的本身质量如何，还要看项目负责人的人品怎么样。他们做过背调吗？那个敏慧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清楚吗？我就说嘛，老板果然还是最专业的人。那我这就去告诉蒲院长啊。不用了，家人和 Mist 的合作暂停，直到我有新的想法为止。OK。对了，这周末董事长给你约了个朋友一起吃饭。我在这儿没朋友。现在是没有啊，那吃过饭可能就有了嘛。能不去吗？能，当然能了。反正这一次不去，大不了董事长再安排下一次嘛。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而且你知道，从你大学毕业到现在，董事长最担心的就是你的个人问题了。上大学你说没时间谈恋爱行，可是这几年你不也行？行行行行，下你的班去。行吧，记得看资料啊。为了 Mist 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你好，我们上次见过了。您不能进去，真的不行。我不好意思啊，向总，我真的只是真的不能进去。这些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合作的一些商业。辛总，这个项目书你看一下，这个是 Mist 的。我跟他讲，稍等，辛总，我把这个，我把这个给他，我给他。辛总，世君，哎，世君，哎，小姐，是你不能过去。小姐，你听我说，哎，你听我，小姐，一个多小时了，什么时候能结束？我跟你讲哈，真正的艺术真的有震撼人心的感觉。我刚在巴黎看了世界名画《蒙娜丽莎》，我站在那幅画面前，似乎感受到那个女人悲惨的一生，一点不夸张，我真的哭了出来。他们都说我是真正的艺术家。艺术家？我看你是演讲家。董事长叮嘱过，他爸爸是公司很重要的合作伙伴，至少也要把饭吃完再走。这么难缠啊，看他怎么应付。我真的很喜欢那里很浓厚的艺术氛围，我甚至觉得上辈子我就是一个巴黎人。行吧，那我就帮帮你吧。怎么那么久啊？不就说吃个饭吗？你怎么这么久都不回来找我啊？你看你真不让人生气。你是谁啊？我是谁？你问他喽。我帮你拜托他，你给我十分钟。我要是不答应，那女生看起来挺喜欢你的，靠你自己根本就摆脱不掉。怎么样？十分钟。你们两个能不能尊重我一下？当我不存在吗？
我的十分钟不是这么容易得到的。就十分钟。介绍一下，我女朋友敏慧。介绍一下，我女朋友敏慧。你有对象？你给我相亲干啥呀？我本来是想见见你，如果你比他好的话，我就把他甩了。太渣，但是你也看见了，太粘人了。你别太过分了，甩不掉。看来这一招你经常用啊，驾轻就熟的样子。反正我现在已经帮你解决了一个麻烦，还希望新总兑现自己的承诺。我今天没时间，周四上午10点来我公司。好的，泡泡，手给我。圈圈啊，过两天你就要做手术了，但是做手术的那个医生爷爷呢，技术特别的好，他一定可以治好你的，你不要害怕。我不怕。周爸爸说了，我是男子汉，男子汉要勇敢。我长大了还要保护你呢。哎呦，你要保护我呀？那我以后就指望你了呀。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长大，交给我。妈咪。哎呀，怎么啦？如果这次手术表现得好，你能不能送我个礼物呀？你想要什么呀？我想要一个爸爸。你怎么了？你嫌弃我了是不是？那我可要伤心了。每次都是这样，真小气。你居然说我小气？你说谁小气啊？快睡觉，别。来，把这个戴好。睡觉。可是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呀。睡吧。
三天进了两次医院，你说董事长要是问起来，我检查报告不都说没问题吗？你就如实报告你的董事长。哦，明天上午10点你给我空10分钟出来。明天上午啊？嗯。明天上午。怎么了？我肚子不舒服。肚子不舒服。在这儿等你啊。哎好。又是你，又见面了。你结婚了吗？你说什么？你结婚了吗？没有啊。那你有女朋友吗？没有。太好了，那你能当我爸爸吗？小朋友，你的爸爸妈妈呢？你要是愿意，你就是我爸爸呀。我跟你说，爸爸不能随便乱叫的啊。我妈咪说了，我爸爸长得特别帅，我觉得你就挺帅的，那我爸爸正合适。看来也是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你妈妈在哪儿？我带你去找她好不好？全全，全全，哎呦，怎么又自己跑出来了？妈咪找了你好久了，知不知道？晶晶今天出院，我想把这个送给她。这么小就这么懂事，以后不得了啊你。走了，回去了啊！哎，等一下，你是这儿的医生？啊，小朋友，你真的认识他吗？真的，他是我周爸爸，孩子爸爸。不好意思啊。啊，没事儿，你也是为孩子着想嘛。跟叔叔说再见。漂亮叔叔，再见。再见。走。老板，安排好了，走吧。敏全全，你个小坏蛋，你是不是小坏蛋？你跑哪儿去了？我找你半天了，我生气了。你别生气嘛，生气容易长皱纹，就不美了。哎呀，谁教你的这套？哎，怎么还陷害我呢？啊？你们两个是不是一伙儿？我说怎么你们两个一个都找不到呢？行了，查房去，先回去再教育啊。以后你再乱跑。又怎么了这是？怎么来了冰城还天天阴晴不定啊？我问刚才那个漂亮叔叔。说他能不能当我爸爸，可他还没答应呢，周爸爸就来了。全全，漂亮不是形容男生的，你不能因为看到人家长得好看你就叫人家爸爸呀。你都已经有了周爸爸了是不是？可是爸爸是爸爸，周爸爸是周爸爸，我想要有妈咪和爸爸一起陪我做手术。你这样说周爸爸可就生气了啊，周爸爸对你不好吗？你别生气嘛，就算我有了别的爸爸，可我还是最喜欢你啊。嗯，你答应周爸爸要听医生伯伯的话，好好做手术，等你恢复了之后呢，周爸爸就和妈妈带你一起去游乐园。那是不是到时候我就能坐海盗船和过山车了？嗯，周爸爸向你保证，你可以像其他小朋友一样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我最爱你了。嗯啊嗯啊，全全来、啊、画会画好不好？好吧，你自己先玩一会儿啊。好吧。嗯。程教授的手术方案我已经看过了，很成熟，你不用担心。我知道。那个，我明天上午有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在全全手术之前，我一定会赶到。在那之前，全全由我来负责。是这个意思，谢谢啊。吃糖？不吃了，不喜欢吃太甜的。
看起来容易长皱纹就不美了。哎呦，谁教你的这套？什么时候我教的？我什么时候偷亲过妈妈？这边不能随便进的。我想问一下，你们新总现在在哪儿？啊，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您先在那边稍等一下好吗？好，谢谢啊。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新总什么时候能见我？新总还在开会呢，要不你再等等。但是他跟我约的今天10点啊，现在都已经过了。这个我不清楚啊。那你们新总什么时候能开完会啊？这个我可不好说。你什么都不清楚啊？要么您再等等，或者改天再来也行。算了，我再等等吧。你跟他说让他快点啊。好，谢谢。好。百安的闵总监已经等了20分钟了，要不要让他？才20分钟就不耐烦了？明白，那我再给他冲一杯咖啡。等一下，帮我约一下观潮的程总。啊。我的10分钟不是这么容易就得到的。喂，怎么了？全全手术提前了，可是他非要等你来了才进手术室。怎么会突然提前呢？医院临时调整，你赶得回来吗？我现在马上过去，你等我啊，拜拜。哎，闵总监，你不喝了，我送一下您吧。啊，谢谢。二弟，可以请闵总监进来开会了。他刚走。走了，啊，我打电话叫他回来。算了，看来这项目对他也不重要。妈咪，圈圈，圈圈，对不起啊，妈咪来晚了。你不用对不起，我就知道你会来的，妈咪。我还是有一点点害怕的。妈咪把妈咪的能量传给你，好不好？妈咪会保护你的，你感受到了吗？嗯，我感受到了，我现在不害怕了。真乖。周医生，该进去了。好，我知道。全全，你听妈咪说啊。你待会儿进去的时候呢，你就好好的睡一觉，醒来就能看到妈咪了。加油，妈咪会陪着你的，加油。别担心，我给曹猛打过电话了，他很快就赶到。
放心吧，有我和程教授在，一定不会让全全有事的。周姐，拜托了。放心吧，没事。说了吗？啊，嗯，放心，放心，放心。秦总，这次 AGS 和家人医院的合作，真得感谢你，给了观潮一个这么好的机会。机会当然留给所有人，至于能不能把握住，就要看你们 AGS 值不值得。观潮呢，一直都是滨城医疗行业的领军企业，而且 AGS 也是最顶尖的。其实上次酒会的时候，我特想介绍一些圈内的朋友给你认识，但是最后被那个敏慧搅了。其实辛总，我一直想问你啊，你跟那个敏慧是怎么认识的？我不认识他，上一次只是顺手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真的提醒你一下，那个敏慧呢，之前在我们观潮当过实习生，但是后来听说这个人的作风不太好。啊，当然啊，我也只是听说。后来呢，听说他又去了百安，但是很奇怪，他到了百安没有两年的时间就当上了总监。这事儿我也能理解，我们这一行和尚这么多，忽然出现了这么一个又漂亮又有风情，多少还懂点技术的女人，那很多男人愿意为了她把持不住，也很正常。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不关心，但是作为男人，在背后这样重伤一位女士，是不是太没风度了一些？好球啊，秦总。差不多我该走了， AGS 的资料发给我助理就好了。我送你。不用了。怎么走了？帮我找人查一下，看看这个新奇和敏慧是不是真的不认识。你怎么还对敏慧的事这么上心啊？我不是在乎敏慧，我是在乎你的 AGS。这是你当上总监以后第一个负责的项目，难道你想输给敏慧吗？当然不想，输给谁都行，就他不行。所以你就得听我的，我不会害你的。手术很顺利，全全已经度过最大难关了，放心吧。我就说吧，全全没事儿，马上就转到普通病房了，我跟你说一声，怕你担心，我就善个后啊。好，辛苦了。没事没事，好好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啊。没事没事没事，走吧，吓死我了。起来，上次见到粗热版的敏慧女士是来百安面试的时候，非得毅然决然的来机场打拼。我是个孕妇，但是我会尽全力的，不影响到我的工作。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你有你的苦衷。欢迎您，明慧。谢谢。我可不是要八卦你的生活，我只是觉得你这几年过得太辛苦。我知道，你一直都很礼貌的，从来没有问过我的私事。小莫，但是你想知道吗？想啊！我的妈呀，你这也太抓马了吧，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哎，有时候我也希望这是一场戏，该多好。这个人是谁？我认识吗？对不起啊，曹小姐，这个我无可奉告。那后来呢？你们有没有再联系啊？他应该不希望再见到我吧？那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你们再相见了呢，那怎么办呢？我就希望他不要再恨我。他凭什么恨你啊？你这么做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他？渣。没错，曹总，我觉得你说的对，我不欠他的，所以我也不会放弃的。闵总监又来了，说要见你。还以为我这么闲吗？他想见就见。明白了。闵总监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们信总真的很忙。没关系，他忙他的，我就在这儿等他一会儿就行。十分钟他要是不出来，我马上就走。好，那你……哦，对了，麻烦你给我倒一杯咖啡吧。好，加糖吗？不用了，谢谢。您的咖啡。还没到十分钟呢，哈利，哈利，让 IT 部门的人来一下，我电脑。你的电脑只是被我锁住了，但是里头的文件完全没有问题。你干的？对啊，我干的。我没有办法了，我只能出此下策了。你到底想干嘛？首先呢，我给你道歉，因为我那天有一些……你的道歉我接受。可以走了。其次，我想再跟您要十分钟。闵总监，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提这么无理的要求。我答应你的十分钟，昨天已经给你了，是你自己放弃了。但是昨天你迟到了，你迟到了整整半个小时。所以你就放我鸽子？半个小时而已。五年前你骗了我整整三个月的时间。我才说会半个小时。我明白了，看样子你死活都不会答应了，对吧？那没得谈了，你破解我的程序吧。不过我提前跟你说哈，我程序很难破解的，你没个两三天你破解不了。哈利，啊，看一下 schedule， 和这位闵总监约一下时间。不用麻烦了，我们现在就可以谈啊。闵总监，我们信总真的很忙。老板，到时间了。听见了，我很忙，要么和我助理约时间，要么现在就走。还有我公司电脑很多，威胁不了我。不好意思啊，闵总监。十分钟就没有？那我边走边说，行了吧？西西，开车。替我把话说完，西西。怎么这么堵啊？今天，你不是废话吗？
这个点儿走这条小路能不堵吗？这不已经开到这儿了吗？一会儿上高架就好了。还有多久？乐观估计还得半个小时。半小时是吧？走吧，回去吧。那咱们前面掉头吧。你能掉头吗你？开个玩笑嘛，你生什么气？你怎么又跟过来了？前面全部都堵死了。关你什么事？我可以送你，半个小时就能给你送到。你让我做那个东西？啊，你放心，我技术很好的。我告诉你，我这辈子不会坐这么危险的交通工具。前面真的堵死了，你这个点根本不……能不能再快点？我来不及了。安全第一，我说了半小时给你送到，就会给你送到的。再快点，再快点。慢点！你干嘛大惊小怪的？我开车呢。你有没有驾驶证啊你？你不能抱我腿，你抱我腿我怎么开啊？还来呀？我等你好久了。对不起啊，叔叔路上堵车了，所以迟到了。叔叔答应你的已经做到了，你答应叔叔的呢？我会听妈妈和医生的话，乖乖的做手术。我很勇敢的，请谢叔叔放心。嗯，真乖。叔叔就是小时候听医生的话，所以现在身体才能这么好呀。好了，跟妈妈去吧，别害怕啊。拜拜，别害怕啊。现在开始，你有十分钟时间。Mist 的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大大提升临床心脏病筛查的准确性，以及说点资料上没有的。所以你其实看了 Mist 的详细资料。那如果你看过，你就应该知道 Mist 的潜力有多大。我们跟家人医院合作一定是双赢的。Mist 很好，但它的成本也很高。家人如果引进 Mist 的话，至少3年才能收回成本。我是名投资人，当然要选回报率高的项目。好，那我问你，刚刚那个小朋友又是怎么回事？他叫豆豆，是我们公司帮助的心脏病患儿，今天要去国外做手术，我代表公司送送他。这些年你一直都关注着心脏病患儿，那你就更应该促成 Mist 跟家人医院的合作啊。凭什么？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Mist 只是我关于心脏病治疗领域其中的一环，它所收集到的数据将是我下一个研发目标的基础 AI 心脏建模软件。你在研发 AI 建模？嗯， AI 建模软件一旦研发成功投入使用，很多医疗条件较差地区的患者也能够通过这个软件享受到大城市顶级医院的治疗。 AI 建模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热议，你说研发就能研发出来？其实我的研发已经完成一大半了，现在就差真实有效的临床数据。就当是为了你资助的那些儿童，能不能给 Mist 的一个跟 AGS 公平竞争的机会？我们可以竞标，如果说最后 Mist 真的输给了 AGS， 那我认输，
我也绝对不会再缠着你，怎么样？行吧，就当给 Mist 一个机会。招标书晚点会发到你们公司。辛总，我送你吧。睡了。谢谢啊。刚才我去程教授那儿看了一下。他说全全恢复得很好，应该很快就能出院了。太好了，从全全出生到现在，我这颗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米慧，嘘，没事没事啊，睡吧。没事，他睡了。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收到什么了吗？家人医院的招标书，你知道了？哎，我就说嘛，能够英雄救美的人怎么会为难你呢？曹总，你现在不应该关心这个吧？你多关心关心怎么让 Mist 中标吧。Mist 有你，我怕什么？但我们这次对手可是观潮啊。你的意思是他们会动手脚？我觉得防人之心不可无。齐让，你看见蓝鸟招标书了吗？程总，说好了我们在公司里面得注意点，你说你刚才这个样子，你说你要是让他看见怎么办呢？真一听到时候对付你，我呢，我肯定要替你担心、难过、紧张。我知道，我已经很注意了。现在你相信，我让你查新奇和敏慧的事情不是因为自己了吧？我已经让人去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什么消息。其实眼下这些事情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用 AGS 得到蓝鸟的投资。但是 AGS 开发的本来就比 Mist 晚，而且还有很多 bug 没有修复，短期内跟……我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就知道嘛，你最聪明了。秦总，以上就是我们招标的内容。流程我没什么问题。这一次的招标还是以你们医院为主，我只有一个要求，一切要以患者的利益出发，选择最成熟、风险最低的技术。这个当然，那我就让人开始准备了。好，那没问题了，我先走了。好。秦总，听说前几天到医院来做检查了，你怎么也不提前通知我一下，我好给你安排啊。就是一个普通检查，不用麻烦您了。这样，反正已经来了，我安排医院最好的心外科周如记医生给你做个全面检查。不用了，我很好，谢谢。副院长啊，招标会有任何问题您直接联系我就行。刘鹏。
全全出院之后，我就能彻底踏实了。看什么呢，全全？全全现在还不能踢球啊，等你好了以后，周爸爸带你去踢球好不好？可我都已经住了一个礼拜的医院了，我已经好了。妈咪，哎呀，全全，周爸爸说了不行就是不行，而且我们都出来有一会儿了，我们等一下就回病房好不好？你也不想让教授爷爷生气，对不对？我看你们带我出来玩，就是自己想玩。哎呦，我们怎么会自己玩呢？都是陪你玩的。长得真可爱啊！可爱吗？你怎么那么坏呀？明明就是你自己想玩，对不对？胡院长，我想了一下，还是要做一个检查。好。来，麻烦您靠往前一点。一般吗？检查出什么问题了吗？您之前虽然是做了一个心脏手术，但是现在看各项指标都很稳定，没什么问题。是吗？可我还是一直觉得不舒服。啊，那您说一下具体是感觉怎么不舒服呢？穿衣更一般，看不出来哪里比我更优秀。不舒服就是不舒服。怎么个具体法？普华院长还说你是你们家人医院最好的心外科医生，不过如此吗？那这样吧，给您做一个留院观察，24小时。还要住院？自己没本事诊断我的病情，还要耽误我的时间？是这样的，邢先生。根据我的检查呢，您的各项指标都非常的正常。如果您还是觉得不舒服的话，我推荐您做一个24小时的心脏监测，这是最稳妥的办法。如果您不相信我的判断，我们医院还有很多好的医生，您可以去找他们。我知道您的时间很宝贵，但我也一样，门口还有很多病人在等着我。我还有事，今天就到这里。周书记，全全的玩具是不是在？漂亮，爸爸。你是苏田？苏田，把我交给他。苏天，你一定要坚持住，你忘了吗？你说你要去见新奇的。不要让他知道，我是让他好好活着。新奇，你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你要是今天再不来，我可能没法再等你了。对不起啊。我的心脏一直反反复复，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手术。我一直拖着，就是想等着再见你一面。那样就算我死。你不能死。你要好好活着，你一定要好好活着。我知道。你从小就总这么跟我说。15年了，你长大了。我现在过得很好，养父母也对我很好，我非常的健康快乐。这个给你，苏婷。
我还有事，今天就到这儿。周如记，全全的玩具是不是在你？漂亮，爸爸。我不是和你说过吗？别随便喊别人爸爸。全全，记不记得我是怎么说的？这样随便叫人家，人家会不高兴的。对，不要乱叫。哦，我知道了，那我下次不叫了。嗯。给我检查没时间，在这儿哄儿子的时间倒是挺多呀。辛先生，我们两个之间是有什么过节吗？如果您不是蒲院长亲自介绍过来让我好好检查，我非常怀疑您是过来找茬的。周医生这是什么态度？现在家人医院就是这么对待患者的吗？不许你欺负我周爸爸，我不喜欢你了。就算你长得再漂亮，我也不让你当我爸爸了。欣琪，全全他还小，他有些不懂事的地方，我跟你道歉。还有，你如果说心里对我有什么怨气的话，你冲着我来就行，不要伤害我身边的人。你身边的人？周如记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能不能不要因为你对我的怨恨而牵连到他？明慧，你说实话，这五年你有过内疚，有过痛苦，有过后悔吗？我有。你没有，不然你怎么可能开开心心跟另外一个男人结婚，还生了那么大一个孩子？没话说了是吧？我真的差一点又让你骗了。好，很好，我希望你清楚你自己在做什么，别后悔。我还有两个路口就到了，一会儿见吧。好，好，拜拜。来，抬腿，来，抬腿，不，别，别，慢点，慢点，抬，好，抬腿，抬腿，抬腿，别动，别动，这，放下，好，这儿疼不疼？疼，这儿呢？轻一点，轻点。好，好，放下，放下，放下。康子的话，情况不是特别严重，先让他做个 CT 吧。啊，谢谢医生。你干什么？手机。手机。密码。沈先生。哦，电话号码我留到了，有事联系我。慢点啊，你要是怕我跑了呢，这个手表也足够抵消你的医药费了，好吗？来，走去那边坐一下。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不过我有急事，一定要走。我让我朋友过来带你去做检查，我最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回来，好吧？我叫曹木，你叫什么？我叫陈家俊，耳东陈家。陈家俊是吧？好，一会儿见啊。家人的家。俊朗不凡的俊。
好意思，来晚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各位。感谢各位抽空参加我们今天家人医院的招标会。我们医院的股权近期发生了一些变动，所以今天呢，将由我们医院的大股东，同时也是蓝鸟投资的 CEO 辛奇先生，作为今天的评审之一。干什么？没什么太大的事儿啊，有一点点骨裂，回去卧床静养，不要掉以轻心，要不然骨头长不好也挺麻烦的。好，不好意思耽误你那么长时间。没事儿，我跟曹默是好朋友，回病房好好休息，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啊。好，谢谢医生。以上呢就是关于 MIST 还有我们这次合作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这就结束了？一个几百万的项目，你只做了15分钟的 PPT。扎克伯格当年只用了5分钟就说服了投资人，他还没有 PPT。可是 Facebook 改变了互联网 ，MIST 也将改变心脏病治疗领域。国外这项技术已经研发了5年，还没有投入临床试验。你研发了多久？请问辛总会游泳吗？会啊。得过世界冠军吗？当然没有。所以你拿不到世界冠军，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也不能，对吗？眼界决定未来，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人在创造奇迹，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是创造奇迹的人呢？嘴巴还挺厉害，可惜技术研发不能只靠嘴巴。你说了10几种 MIST 的技术优势，可你考虑过别的因素吗？比如说运营成本、运营环境、淘汰率、失误率。我们现在在谈的是心脏病筛查，这项技术一旦应用，就要对所有使用它的患者负责。还真是来砸场子的。您说的对，正是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心脏，这个人体最重要的器官，所以我才坚持地认为 MIST 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不只在于我们多了一种监测手段，而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资料库，不仅能够诊断出心脏病，我们还能够提前预测到病人的发病情况，从而做到防患于未然，而不是严重到了生死关头进手术室。我觉得这才是对患者的负责。任何的技术核心都是人， MIST 有你这样巧言令色、善于诡辩的负责人。我不确定是不是个问题。那我就坦白的说了吧，您这个叫偏见。我们搞研发的，一切用代码跟数据说话。就像您去餐厅吃饭，您只会去管这个菜品的口味如何，而不会关心厨师的高矮胖瘦，对吧？说到数据，我觉得 MIST 在任何的评估系统里，我都有十足的信心。这个请辛总可以放心。我说完了，谢谢。下面有请观潮国际的林总监。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下观潮的 AGS 技术。我现在相信那个辛奇不是在追你，甚至我觉得你俩有仇。我之前就跟你说了，你又不信。可你什么时候得罪他了呀？刚在会上你说一句他问三句，那都是些什么问题啊？抬杠吗？一到林夕月一个问题都没有，这区别也太大了。他会刁难我这一点我早都是想到了，不过我觉得完全不用担心。他们 AGS 说什么世界顶尖技术全部都是噱头，其实根本就不成熟。
就单是筛查准确率这一项，我们就能甩他们好几条街呢。诸位，我们的内部投票已经结束了，我们两天之后会出一个正式的通知。大家辛苦了。你慢走。再见。也对，一天之内接连受打击，我怕某人会受不了。林希月，我其实还挺好奇的，到底是哪来的自信，让你觉得你一定会赢呢？因为无知者无畏吗？就是。可笑。参谋，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啊？这个林希月这次是不是有点过于自信了？还好吧，你想多了。这几天我一直找人盯着关城呢，没见到他和蓝鸟有什么互动啊。是吗？哎，金总你好，我是百安科技的副总曹木，早都想去拜访您了。你好。您对我们今天的介绍还满意吗？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话，我们一起吃个饭可以聊一聊。我还有别的事情。我知道，我看您在会上对我们 MIST 提问的很多，所以我就想我们坐下来好好再给您介绍一下，然后您呢有什么意见可以跟我们说，我们会改正的。我的意见很宝贵，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听的。我当然知道了，辛总，您是投资界的独角兽，那就是华人圈的巴菲特呀。您的意见当然值钱了，您可以分分钟让倒闭的公司东山再起，也可以让阴沟里的小船乘风破浪。你知道我最佩服您的是什么吗？就是您除了投资，对医疗领域也这么了解，真是太厉害了，比那些专业人士专业多了。以后我要是做研发呀，我得请您当顾问，听君一席话，胜做一年的市场研究。你们百安技术怎么样？我不知道，口才是一个比一个厉害。我还有事，先走了。辛总慢走啊，拜拜。狠还是你狠啊？那当然了，能打败这种凡尔赛的人，就是替他烦到世界之巅，让他烦无可烦。学着点。行了，我饿了，吃饭。完了，我还有个事儿没干呢。我先走了，一会儿公司见，拜拜。曹木，啥事儿？居然撞了个大帅哥！对不起啊，我来晚了。医生怎么说？你说让我等你两个小时，现在已经两个半小时了。我是因为要开会，然后路上过来堵车，所以就来晚了，不好意思啊。你笑什么？我逗你呢。你来了就好。手表给你，你检查一下。你不会是脑子撞坏了吧？哪有人撞了还那么开心的？我当然开心了。我被你的车咣一下就撞倒了，撞倒那一瞬间我还以为自己要死了，你知道吗？现在还只是小腿骨骨裂，撞的人还说要负全责，你说我能不开心吗？周日记说你挺有意思，还真挺有意思的。不过你放心，是我撞的你，正式向你道个歉。你安心在这养病，出去之后呢，什么营养费啊、误工费啊，都包在我身上。那些倒好说，我有个事儿，你能帮我个忙吗？没问题啊，你说。
是这儿吗？这不像住人的地方呀，这不是我公司吗？怎么住这儿啊？连个电梯都没有。嚯，这么精致啊！作为一个单身男人的家，居然比我家还要干净。照顾他，还得给他请个护工。这阳台不错，充电器、衣服，衣服在哪儿呢？衬衫、这盔、裤子，再拿个外套。老板，来看看您的新家。里边请。老板，这回可是花了我大功夫了，装修基本上都结束了，您看看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没有？没有的话，咱们随时都可以住进来。这里啊，不仅交通便利，风景也是一流，我觉得您肯定会喜欢的。今天就住吧，比酒店强。那是当然了，咱们楼下看看。家人医院的竞标结果今天出来了吧？是的。结果是什么呀？这个是你之前说的呀，尊重医院的专业意见，还说不用提前知会你结果。我还说过你年薪有点高，这个你怎么没记住啊？我马上问蒲院长。算了，不用了，应该没什么意外。这边风景多好，我准备在这儿给你做一个小吧台，到时候你没事坐这儿喝个咖啡，晒晒太阳，多惬意啊！你说要长多少年才能长到这么大呀？100年。啊，那么久啊！我还在想，如果家里的院子里能有这么大一棵树该多好啊！种棵树吧。啊？能具体点吗？什么树啊？到底是什么树啊？是不是巧克力没了？要不要我帮你去买点？不用，酒店还有。董事长说你手术容易低血糖，不能马虎。等一下还要和蒲院长他们开会呢，前面就有个便利店，我还是帮你去买点吧。你一会儿靠边停吧，我自己去买，偷偷去。行。全全，我们说好了啊，我们就看看，我们不吃。你现在的身体吃不了这么凉的东西，等你好了，妈咪带你去吃个够，好不好？你真啰嗦，我就来看看，我又不吃。哎，全全，放下，放下去。全全，你忘了你刚刚说什么了？我们不能说话不算数。你周爸爸要是知道我带你出来玩了，他肯定又要骂我了。你少冤枉周爸爸，你那么凶，他才不敢骂你呢。我凶吗？我凶吗，敏全全？嗯，哼。等一下啊，你看，你周爸爸肯定是发现了。喂，喂。信号不好。喂，全全，妈咪出去接个电话，你在这里乖乖的啊。好，乖乖的啊，不要乱吃，不要乱跑啊。好。喂，你说。喂，
又是你，干嘛打我？因为你欺负我周爸爸，你是坏人。你果然是敏慧的儿子啊，说话就会惹人生气。你为什么说我妈咪？不许说我妈咪不好。你再打我一下试试。我的妈咪，我来守护动感光波。替你爸爸妈妈教训一下你。还不投降？我是不会输的。我妈咪说了，我是超人，超人是不会认输的。超人？那我就是雷神。你不信？不信你看。你这是？心脏手术，现在信了吧？我妈咪说，只要有心脏病的孩子，都是被神仙选中的，有超能力的人，所以我就是超人。你妈咪说的对，我们都是被上天选中的人。好了，我投降，我输了，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你就是无所不能的小超人，好不好？那我也勉强原谅你欺负我周爸爸啦。你爸爸不是说他是最好的心外科医生吗？那你的病一定能好起来。他不是我爸爸，他是我周爸爸。敏慧说不能叫错。那你爸爸呢？我妈咪说了，我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可我知道那就是死了。你们大人哄小孩子的时候能不能用心一点，谎话都没有新鲜一点的。叔叔问你，你生日是哪天？你还记得吗？我的生日啊，圈圈。辛总真巧啊，我们不打扰你了，走，圈圈。孩子生日是哪天？你这个人还挺搞笑的，我儿子生日哪天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放开，圈圈，咱们走。哎，先生，这个枪麻烦你结一下账。和我有没有关系你自己心里清楚，回答我。你放开心情。你放开敏慧，你这个放开，你这个坏人，回答我。你放开，你干什么？放手。你没事吧？没事，和你没关系。辛总，请你自重。周如静，我知道你在怀疑什么，还有半年才是全全四岁生日。敏慧，我的生日是……你的生日就是半年之后啊，你忘了？不可能，也就是说……也就是说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行了吗？行了吗？我们可以走了吗？全全走了。哼，周爸爸，我们走。啊，快过来，全全，走。来，小心。没事吧？没事。
睡了。谢谢。你要是下次出去啊，最好还是和我说一声，哪怕全全不需要，你也可能需要。我下次肯定提前跟你说。嗯。那个心急为什么这么在乎全全的生日啊？你肯定也猜到了，我也不想瞒你。啊，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重要的是现在和将来嘛。你说的对，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我会解决好我跟他之间的事情，也不会让全全再面对这些了。我相信你。其实，哦，我去下。哦，先去，你先去。全全，怎么了？没事没事，全全没事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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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在，妈妈在。你这个月份打胎的话呀，对你身体会伤害很大的。不打，我要把他生下来。敏全全呢，基本上确诊了，先天性心脏瓣膜缺损。这病能治好吗？您先别着急，先别着急。我作为全全的主治医生，会和您一起拼尽全力治好他。他现在看着还很弱小，但是袁医师说了，只要给他一点时间，他就会长得很大很大的。就是时间可能要长一点。太久了，算了。自己工作上点心，啊！别整天上公司摸鱼了。就，闵总监，你还是穿短裙更好看点。要是你以后天天都能这么穿，保证我们研发部所有的男人干起活来都更带劲儿。谢谢丁总监。哎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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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吴翔，快帮我拿着裤子。不是说 Miss 是最强的吗？啊，不是说谁都打不过吗？我给了你两年的时间。你花多少钱？你现在让 AGS 先投入临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们之前对 Miss 做的所有的努力，现在全部打了水漂。我早就说了嘛，这女人搞研发，那不就是开玩笑吗？非要搞什么 Miss 的？啊，你以为是做头发、做指甲呢？啊，不喜欢就换，那可都是钱啊！最后你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了，那丢脸的不还是百安跟何总？就算 Miss 的现在竞标失败了，你也没有资格这么说我吧？当初要不是你那个什么埃及蛋白转化项目迟迟开发不出来，最后直接停摆，我也没有必要急着开发 Miss 来稳定股东们的信心吧？不是，米慧，你好好好，我们不说当初，咱们只说现在。米慧，你给我立过军令状，现在这种情况，你说怎么办？何总，离我们约定的时间还有一个月呢。一个月？你……哎呀，何总。这不是还有一个月呢吗？香儿姐，
米慧，米慧，何总看他那样，你干嘛去啊？我出去一趟，我总不能说的这么不明不白吧？家人医院竞标结果出来了，中标的是观潮国际。观潮？对。信总，我们可以谈谈吗？我没时间。我没有再跟你商量。明总监，你应该也知道我想跟你说什么吧？如果你是来兴师问罪的，我没心情陪你胡闹。别的我不了解，但 AGS 我再清楚不过了，它无论是临床的准确性还是安全性，都远远的不如 MIST。它只是一个没有开发完成的半成品，我不相信你连这个都看不出来。你如果是因为我，你对 MIST 有偏见，那你说，我要怎么做你才能公平的对待 MIST？ 我退出可以吗 ？MIST 是你一手创办的心血。你舍得退出？我不舍得退出，但他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他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心血，我不想他因为我一个人前功尽弃。我真的不明白，你连程启让那种人你都愿意合作，为什么不肯给 MIST 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呢？明总监，你问我要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我给你了。竞标结果是一人一票投出来的，你对你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我没意见，但也请你不要随意质疑别人的专业性。我和你没别的话好说。谢总，感谢你对 AGS 的支持，预祝我们合作愉快。竞标结果是大家一块投票出来的，说明 AGS 获得更多人的认可。还有林总监的现场阐述也非常精彩。辛总过奖了，我在 AGS 上付出了很多心血，整个观潮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看来林总监对这一次的竞标结果也非常自信，不然也不会提前三天就定好了庆祝的地方。是这样，其实这是我的一些个人习惯，遇到一些大的项目，我就会提前把一些庆功的地方给定好，为的就是有个好的兆头。我喜欢程总这个习惯，我也喜欢和有自信的人合作。既然辛总都这么说了，你还不……那就请辛总多多关照。应该的。其实辛总啊，我真的觉得观潮他是蓝鸟最佳的合作伙伴，这个我感觉出来了。但是说实话，我们刚刚注资家人，有很多地方需要调整，现在也没有别的心思去推进一些新的项目。辛总，你要是遇到一些什么问题，不妨直说。其实最难的就是组织架构的调整。我初来乍到，家人的管理层呢又比较的冗杂。如果处理不好，后面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我倒是对家人的管理层比较了解，不管是他们内部的派系斗争，还是每个人的喜恶，如果辛总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一一分析。可以吗？随时。他真是帮了我大忙了，不愧是程总的得力干将。希望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这是竞标会上的投票卡，幸亏我去得早，要不然就被销毁了。去找一个笔记专家，我要知道是谁投的票。OK， 我明天就去办。哎，老板，你在怀疑什么呀？
先生，我太太，这边请。这边。里面请。这边是我们销售中心。现在不进去，人家定金是不退的。太招摇了，赶紧回去吧。那个，我问一下，您有没有见过大概长这么高一姑娘，长头发，眼睛特别亮，笑起来特别好看，她叫苏甜。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没有这个客人。打扰了，不好意思啊。没事，慢走。你好，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你们这儿的那个客栈、酒店、民宿我都找了，您这是最后一家了，您帮我好好再想想。你好，你好，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重复一个梦，谁背对我留下悬而未明的疑惑？苏甜，我们才见面，你为什么要躲着我？从前是我没有看得透，隐藏的感动的落。你干嘛？是你啊！放开！你干嘛一声不响的站在别人身后啊？你这样很危险的，你知不知道？看来这五年擒拿都学会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来这干嘛？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顾好你自己。我这衣服刚买的，这还没穿两次。哎，你干嘛？这么多人呢？哪有人啊？谢谢啊，我有事，我先走了。我今天啊，发现你们普华院长竟然在看房，还是豪宅区的房子。那个地方的房子，你别说买了，你就是要看房的话，都得先交定金的。以你们医院的薪资标准，他要不吃不喝多长时间，他才能买得起千万级别的豪宅啊？我们院长平常是有点官僚主义，但我觉得他不至于为了这点钱来损害医院的利益。你想啊，他归根结底呢是一名医生，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他是最了解的。如果 AGS 出了问题，第一个被追责的就是他。但是他明年就退休了呀。如果说他想在最后一年再捞一笔，给自己留条后路呢？你看，你也犹豫了，对不对？但是我说的这一些吧，只是我的猜测。对了，全全那边你今天不用去了，你好不容易休息，你就在家里待着吧。全全那边我自己没问题的。行，哎，不出意外的话，全全应该是下周就能出院了，到时候你就不用两头跑了。没事儿，你吃吧，我比较喜欢吃带皮的。哦，我收拾一下，然后去看全全了啊。啊，行。
这些字迹都核对过了？我找了三个笔迹专家，结果都是一样的。家人的院长普华，专业谦逊，低调朴实，为人正直，有他在，相信能帮辛总不少忙。低调朴实，为人正直。哦，对了，你让我查的我也查到了，普华订了一套豪华住宅，总价1200万，全款。好，继续找人盯着他。算了，我自己去吧。啊？啊，没问题，懂了。懂什么了？你不就是想跟那个米慧较量一下吗？他今天分明也在查那个普华，但是我相信我的老板一定会赢。我又猜错了？这套吧，先这边钱。林总监，我答应你的事情可全都做到位了啊。你答应我的呢？明明答应，在 HS 正式投入使用之前修好所有的漏洞。你现在告诉我不可以？你开玩笑？万一出事了怎么办？服务员，衣服换大一码。哦，好的。嘘。您好，给您换这个尺码的，试一下。你也是跟着普华来的？出去。什么？要看我换衣服啊？你也在调查普华？你在怀疑什么？和你没关系。你是不是也在怀疑竞标的票数有问题？但是说不通啊，你不是都投给 AGS 了吗？你干嘛还质疑结果？谁告诉你我投了 AGS？ 啊，你投的 Mist， 为什么？不用跟你解释。哎，不好意思啊，先生，稍等一下，这个他弄的，找他赔。这怎么会是我？哎，明明是你刚刚报。明明是你自己弄的，你自己赔。我没钱。什么？我出门从来不带钱。现在谁还有闲钱？不都手机支付吗？刚回国不太会用。行，就这款衬衫，这个款式，这个码数，每个颜色给我来一件，我要送给这个弟弟。好的，女士。还有什么需要的吗？姐姐都会送给你的。女士，您稍等一下。稍微快一点啊，谢谢啊。哦，好的。今天呢，练手臂的肌肉，稳一点，稳一点，稳一点。四，哎，千万不能耸肩啊。然后我们身体挺拔一点，这里是靠在这边，带动小臂的肌肉。对，哎，我扶着你，感觉没力。十一，好，十二。你来了，姐姐。没事儿，你们继续。那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明天再继续啊，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明天还有吧？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好，别忘了。不会忘了，不会忘了。谢谢你，没事。
你人缘挺好啊。哦，反正我每天都要练，带着大家一起练，我也开心。再说了，人都热闹，我也喜欢热闹。我觉得你恢复的挺好的，什么时候出院啊？哦，快了，快出院了。哎，你别误会啊，我不是催你出院，我是觉得你住这儿不习惯。你放心，我会对你负责到底的。我知道，姐姐不会不管我的。这个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笑起来有一点点可爱？吃橘子。嗯，很甜。为什么这么热？我今天跟了普华一天，他先是去看了车，之后又去买了名牌腕表，最后还给自己太太买了钻石项链。这么多高额的东西，他应该负担不起。敏小姐和我说这些干嘛？你不也在跟他吗？你跟他肯定也是想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收观潮的钱，对吧？刚刚的电话你也听到了，一定就是林旭月打的。然后呢？新总，我们联手吧。你凭什么认为你有资格和我联手？因为我投 Mist 一票，只是出于我的专业性，而不是代表我忘了你几年前对我做的事情。陈其冲，我当然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蓝鸟的利益，那你就更应该跟我合作了。这件事情又不是只关系到蓝鸟，也关系到百安和我的 Miss 的项目，这事对我非常重要。好啊，那就各凭本事吧。你了解林希月吗？我跟林希月是同一年进入观潮实习的，我们俩一起当了同事两个多月，我对她非常了解。至于普华，在你来之前 Miss 的项目我已经跟了大半年了，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情况了。这也是蓝鸟第一次在滨城公开招标吧？你也不想出什么事情影响到蓝鸟的声誉，对吧？那既然我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联手合作，一起尽快解决这件事情呢？好啊，合作可以，但是你得听我的。都说了是合作，说那当然是谁说的对听谁的。买这么多衬衫也没有一件适合我的。老板，你新买的这些衬衫我一会儿给你送洗啊。这件衬衫别动，放弃了。啊，好。就是脏了吗？这什么？口红？蒲太太，我是敏慧。啊，你好。你好，秦总。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没关系没关系，我今天约您出来呢，就想随便跟您聊几句，主要呢想知道普院长他平时都喜欢些什么。老普平时喜欢什么？对，您应该也知道吧，我们跟家人医院谈的 Miss 的临床项目稍微出了点问题。不好意思，我想你应该是找错人了，我们家老普平时工作上的事情我从来都不过问的。没关系，您不要多想啊，因为平时我们跟蒲院长接触下来也觉得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我们很尊敬他。林小姐。哎，请问二位喝点什么？两杯咖啡。哦，好的。不好意思，我可以去个洗手间吗？啊，你去吧。怎么，不喜欢这里？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这挺好的。我是刚想起公司还有点事没完成。我电话落在车上了，我去取一下，你随意。嗯，好。喂，喂，普太太，你会跟你说什么了？你怎么知道？你先别管，你会跟你说什么了？要找普院长帮忙？不对，这绝对不对，他肯定察觉出什么来了。普太太，我提醒你啊，敏慧无论说什么都是在套你的话，尤其是我跟普院长的交易，你一个字都不能提。这个电话录音已经足以证明林希月向普华行贿了，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汇金的转账记录，便证据确凿了。这个我会交给公司的内审部门去查，应该不难。嗯，那你打算怎么处理普华？普华如果他愿意认错主动离职的话，我会批准，算是看在他为家人这么多年服务的份上。如果仍不知悔改，那就报警。那至于观潮招标结果作废，家人会终止一切和 AGS 的合作，但是家人不和观潮合作不代表会和你们百安合作。你什么意思啊？字面意思，我们之间短暂的合作结束了，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行，反正我对 Miss 的有足够的信心，这一次换我等着你来找我。你为什么能把事情搞成这样，竟然这么轻易的就被人抓住了把柄，竟然这么轻易的就丢掉了和家人的合作，竟然这么轻易的就被那个姓辛的一脚踢开，而我们只能吃哑巴亏。林希月，你的脑子到底在干什么？你在想什么呀？启正，这次真的是因为敏慧太狡猾了，我真的没想到她会和辛勤一起做局骗我打那个电话。我当时看到敏慧和普太太在一起，我就慌了。你没想到，一句你没想到，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启让，我知道错了，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想办法弥补的。怎么弥补？你不是让我查敏慧和辛奇的关系吗？我查到了，
你看，这些都是。这段时间他们俩经常见面，但当着外人的面，他们俩装作互不欣赏。新奇在投票的时候投的根本不是 AJS， 他从一开始就支持 Mist。我们这次之所以会输，绝对是因为敏慧勾搭上新奇了，你知道吗？敏慧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真的对不起，我雪，我真的有点累了，我们都早点回去休息，行吗？你知道我收到谁的邮件了吗？家人医院，他们决定用 Mist 了。你就不能装得惊喜一些吗？确实比我预想的稍微快了一点。真的假的，曹总？嗯。我以为你说那些话是跟老何赌气呢，没想到真的扭转乾坤了。这个时候，何海翔和丁一峰指不定多郁闷呢，想想我就开心。姐，干嘛你？在这打游戏，现在午休时间啊，你还要午休呢，用不用我给你捶捶背啊？各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家人医院决定使用我们 Mist， 所以呢，今天晚上我请客。曹总，我想吃贵的。没问题，大家想吃什么呢？随便点哦。曹总万岁！万岁！不是谈上个项目。好像是没谈成过似的，不是有什么得意的吗？就是。哎，菜菜，这个研发一部没让我们二部帮忙收拾烂摊子独立完成的项目是几年前来着？我……哦，对了，那时候你还没来。嗯。看我这记性，那时候……哎呦！听从谦，您能小心一点啊？每次都这样。我这咖啡挺贵的。工作去。你说你干嘛叫他来呀？人家是金主爸爸，我这不是为了培养感情吗？方便以后工作。怎么？明总监好像不太欢迎我，有吗？没有，怎么会呢？敏慧呢？他在谈技术研发的时候头头是道，在这种场合他不擅长。哎，邢总不用介意。是吗？我记得在程启让的酒会上，他可是自在的很。我上次那是因为那个是这样的，今天呢我请大家吃饭，主要是为了我们 Mist 和家人医院首次合作成功。在座的研发二部的同事们都辛苦了，来，我代表百恩敬大家一个，来，干杯，干杯，谢谢曹总，辛总，大家开动吧，好，来，开动，来，辛总，第一个呢可得敬您了，感谢对百恩的信任，我干了。等辛总喝完再给辛总满上。你就感谢他，你不谢谢我。可以呀，辛总，来，我再敬你一杯，祝我们合作愉快，顺顺利利。先敬你一个吧。曹墨，管他干嘛呀？之前把我们折磨那么惨，我就不能出口气。
不是，你知道吗？他我有分寸，你说话，你怎么会不知道往外拐？我接个电话。哎呀，你这么能喝，来干一个。你说有意思就有意思。来。喂。喂，姐，刚刚医生跟我说了，我明天就能出院。我跟你说一声。真的？啊。那我明天去接你吧。不用，我，你要是太忙，不用来也行。没关系。我明天一定到，等我啊！好。邢总，向您学习，敬您一个。太太，这段时间呢，你辛苦了，咱俩喝一个。嗯，我干了，这就对了。你们愣着干嘛呢？别愣着呀！来来来，大家一起来，一起来！来，大家吃好喝好，咱们不醉不归啊！好，不醉不归，不醉不归！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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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上麦上！来来，起起起起！嗯，曹墨，快，赶紧，就差你了，咱俩喝一个。哎，我来。来，走。我不会领情的。我让你领情了吗？你自己身体什么情况，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别人灌你酒的时候，你就应该不要逞强啊！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我不需要你替我挡酒。哎，不识好歹的人我真的见多了，至今还没有人能超过你。替我挡几杯酒？假装关心我的身体，你以为我就能原谅你当年做的事情吗？你烦不烦啊，新奇？你打算这辈子你都活在回忆中吗？对，我就是不打算原谅你。只要我不原谅你，你就没办法原谅你自己。行，我跟你说，你最好一直恨着我，这样你这辈子都没法忘了我。你总说我骗你，是，但我那是在保全你的命啊。你知道有多少次我想告诉你真相吗？我甚至我好几次我已经说了，是你没有听。行，我说什么你都不信。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不欠你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年你躺在病床上，连医生都不知道你能撑多久的时候，是我一直陪在你身边，我每天跟你讲话，我给你念苏甜的日记，我就是希望你能撑下去。我知道你有一天醒来之后，你一定还是会恨我。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看你。可是我醒来没见到你。但是因为你说的，你说你这辈子你都不要看到我。从今以后，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滚！欣姐。
我真的挺想问问你的，我对你的感情是真是假，你就真的不知道吗？他喝多了，没事吧？赶紧送他回家。好。哎呀，怎么了这是？走，回家。难受。你知道有多少次我想告诉你真相吗？我甚至我好几次我已经说了，是你没有听。哪怕我当年那么的十恶不赦，但我对你的感情是真是假，你就真的不知道吗？医院的合同递过来了，赶紧签字。哎呀，大姐，你就先放这儿吧，我头疼死了。不是，你昨天都喝成那样了，你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呢？可能我天赋异禀吧。你赶紧签了。哎，对了，你昨天为什么替那个新奇挡酒啊？还有，你们是……我可提醒你了啊。这个 Mist 正式运行之后呢，每个礼拜都要去蓝鸟做汇报运行情况。到时候你千万别在他面前踢球啊，不然我怕误伤你。知道了。OK， 这周的例会就在明天啊。哎，不对啊，每周的例行汇报会不应该是你这个项目负责人去吗？嗯，你以为我吧，我太忙了，没时间，拜托你了，草木。不行，敏慧，我也有约会的。啊。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没关系啊，反正我也不着急，你能来我就很高兴了。东西都收拾好了。嗯嗯。我是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儿，遇到个你这样的呀？走吧，我带你去吃个饭，然后再送你回家。好啊，我来拎吧。不用，那要让病人拎包的。不是，那也没有说女人来拎包的呀。挺会体贴人啊。那行吧，我扶你吧，来，走。好，慢点啊。哇，挺壮的你。还行。慢点啊，慢点。哎，小心。好。来，我扶你。来，慢点啊。哎。不是故意占你便宜的。这句话应该是我说，毕竟你是女孩子啊。女孩子啊。不过咱们能不能先起来？哦，对，来，我扶你。啊，谢谢。你是运动员啊？哦，是啊。大学的时候我是省游泳队的，不过后来遇到瓶颈就退役了。现在呢，我是一名游泳教练。
啊。我觉得现在也挺好的，反正我喜欢游泳，在哪儿游不是游啊。你真是我见过心。我是说，知足常乐的人。啊，哎，这是你小时候吗？嗯。旁边这个女孩是谁啊？我姐姐。那她现在在哪儿啊？她去世了。嗯，对不起啊。没关系。我跟我姐姐小时候就已经分开了，这些年我一直在找我姐，两年前我才知道她已经过世了。那你家里人呢？你爸妈？我早就已经没有爸妈了，我都跟你说过我是一个人了。没关系啊，你现在不是你现在不是已经遇到我了吗？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跟我说，我随时都可以帮你。你要是有空就多来看看我。我呀。哦。我当然没问题了，你随时叫我呗，有什么需要的。你尽管跟我说。谢谢姐姐。不客气。辛总，辛总。不是说人都齐了吗？是到齐了。是这样的，我们非常重视这次跟家人医院的合作，所以呢，这个项目由我亲自来负责。以后的例会我都会参加，您呢，要是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问我就行。正好我这边有几个问题。你问。之前我和明总监也提过，我需要一份 MIST 的功能测试报告，什么时候给我？这个，敏慧姐她没说过呀。这个明总监应该在准备了，回头我问一下再跟您汇报。哦，你不知道，没关系，这个不着急。我现在比较着急的是 MIST 的软件更新，目前进行到什么阶段了？软件更新呀，这个嘛，这个没提过呀。看来这个你也不太清楚啊。那 RCC 和 LCC 的重点筛查，以及 MIST 和 PET-CT 的接口测试，哎，曹总，果然这专业的事情还得专业的人来做，你说是不是？是，辛总说的没问题。我先去个洗手间，要不我们休息一会儿？嗯，请便。喂，敏慧，我不管你在哪儿，以你最快的速度立刻马上来蓝鸟，快点，我要被他逼疯了。什么情况？我跟你说，这个新奇绝对是故意的。我一个做销售的，他在这儿跟我聊什么软件更新、功能测试、CCTT， 我上哪儿知道这些去啊？你赶紧的，他说了，专业的人要做专业的事儿，明摆着让你来呢。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好，快点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哎呦我的亲，快点，刚看到，快点快点快点，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我跟你说，这个新奇绝对是故意的，他问了我很多刁钻的问题。啊，辛总，不好意思啊，因为我有点其他的项目，所以说来晚了，对不起啊。哦，看来明总监还有比 MIST 更重要的项目要做，不然不会连例会都不来。MIST 绝对是我们百安现在最重要的项目，不然怎么可能连曹总都亲自出马呢？
刚刚的问题曹总已经跟我说过了，我有几个疑问想问你。我们什么时候说过测试报告跟软件更新的事情？哦，没有吗？那可能是我记错了，那是我们其他项目的事吧？啊，是。我们蓝鸟的项目实在是太多了，记错也不奇怪吧？当然，完全能够理解。那既然这样的话，接下来的会议就由明总监来主持吧。来都来了，没问题。辛总，这个电话我必须要接一下，耽误您一分钟。喂，刘老师，全全怎么了？一会儿明辉要走，谁也别拦着。好，好，好，我马上过去。辛总，我儿子现在在医院，我必须马上赶过去。能不能让蔡文姬代替我向您讲解？他绝对有这个实力。这样的话，我真的必须马上赶过去。什么事？董事长问您那边忙完了吗？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暂时还不能回去。可医生说您手术不能再拖了，董事长让你无论如何先回来把手术做了，其余的以后再说。我知道了，再过点时间。苏田，终于找到你了。苏田，你为什么躲着我？我没有，我们已经见过了。我有事，我要走。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带你去国外的。我答应过你，你忘了？我不想去国外，我现在过得很好。那你为什么着急走啊？因为我不是苏田，我是敏慧。心都被